你知道网暴的伤害有多大吗？即使身为超级英雄的祖国人也承受不住。原本祖国人只是击杀了一名罪犯，但他却不小心失误杀掉了一名普通人。很快祖国人杀人的视频就被发到了抖音，一瞬间数百万网友集体对他网暴。看着那些曾经自己爱的人现在却恨不得杀了自己，祖国人心都碎了。他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压力，甚至一度想要自杀，可他却不能，因为即使被网暴了他也要继续保护他们。于是他找到了风暴，求求风暴帮帮他，他还想继续保护他们。看着祖国人真挚的眼神，风暴瞬间被感动，仅仅几张图片就帮祖国人重获民心。为了感谢风暴，祖国人决定以身相许。可就在他们亲热时，风暴却突然一把推飞祖国人，瞬间祖国人差点暴走，但害怕将风暴射死所以忍住了。可没想到风暴却让他射进去，这祖国人哪里忍得住，立马射了上去。然而被射中的风暴不仅没事，反而十分兴奋，这让祖国人心领神会。原来风暴好这口，很快二人就开始了混合双打。